拿到一些蘑菇了，这是蘑菇来吗？哦，哎、欸，你过来过来，我在教你做验用机。我进来了。安。大家进吗？安。安。安。好。开。第一个跟第二个放木材。第一个跟第二个放木材。木材啊，不是木棍啊，木材。第一个、第二个放，然后。然后就可以了。那有几个呢？压力板两个。我按它，跟我重新的又再要我排过这样子吗？这样 right click 吗？啊 ，right click 啊 ，right click right click。然后呢？给你吗？没有，你就放在这边，这边还有这边。这样子吗？藏起，藏起。放了啊。啊，藏起。What is that? Why you come? You want to test my blad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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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你在哪里？哎，自动门，啊、哈，帅的，这样子的吗？所以说，如果这个板放在那这个里呢？没有没有，不可以不可以，它这个只能在那种比较有机关，对，比较有机关的。是只能门吗？还有一些其他可以？有其他可以，以后我再教。哦，好，就把那你现在有多少？你不要砍我。为什么以后呢？好不乖啊你，好吧？没有啊，因为很多东西。拿去木材。哎，屋顶。拿木材，拿木材。然后按这个，放满木材中间不要放。嗯，做出了一个蛮像样的箱子。OK， 放箱子，做两个出来。两个。嗯，做两个。就这样多吗？两个就够了，两个就够了。哦，我有看。秋风，你好，我是吴秋风。我知道啊，这个箱子可以合的。所以说，我们要放哪里呢？放这里啊，看你要放哪里啊？前面一个角落，你要放中间啊！这样不好看的、欸，不觉得吗？好、哦，那就把它打掉啊。可以啊，可以啊，打掉。为什么这个地板会有两个不一样颜色呢？因为它还没有生草。会生的吗？会啊，会啊，会啊。放角落，放角落。Don't open on you， 别这样。然后你再来，再来，再来，然后再来去，跟盒子一样的方法。做出来。会。就是做几个呢？做一个，他也只能做一个啦。这样子的吗？然后放哪里呢？就是随便放。放这里，放这里，放这里。隔壁啊。嗯，可以啊。然后我看一下。谁开门？身上有原木吗？吓死我了！什么？身上有原木吗？原木有啊。来了，然后按这个 right key。然后上面放一个，下面放一个 ，OK 可以啊。没反应哎、欸，他会烧东西出来，他会烧东西出来，你等他，你等他。烧煤炭这样子吗？差不多，木炭不是煤炭。随便啦 ，OK 有了，就是炭了。然后你要做火把，就拿去做吧。火把这个跟那个一样了吗？两个炭。不一样，一个是木炭，一个是煤炭。然后它的方向呢？一样。你是怎一样就好了、啊。等一下，问题是出来了，两个名字不一样哎、欸。别变啦，不要计较啦。嘿嘿。魔物猎人 ，Devil May Cry 吗？是什么？不是啊。你是？等一下，火把。我说做了火把，你是来干嘛？我这个门超神奇，你找上了吗？找上啦。在屋内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早上。出来看一下就懂了。那我忘记做了。看了蛮多，但是那些妖怪就在那边游泳了。你要去跟他们一起玩耍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死就可以了哈。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全部放在箱子里面，然后再去也 OK 的。你太迟了，我已经到了。嗨，You come。嗨。不行，他都不能走了。早上他不能走了吗？早上。因为他如果出来的话，他会被太阳晒了，他就会死掉。哇哇，你们在干嘛？没事啊 ，Michael Bay， 你知道 Michael Bay？Michael， 哇，着火了他！来呀来呀！这游戏通常都是这个。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好不好？没有问题的，来吧。去杀猪，拿那个回来，然后拿去煮。这只吗？
蛮高啊。这边啦、啊，这边。哎、欸，是白色的贝贝，我看到贝贝了。还射我吗？会。你说我要绕路上去哦。这边不是很多只吗？这边、欸、啊，直走，你直走啊，你直走，直走啊，直走。哎、欸，真聪明啊！把这猪给砍掉啊！慢慢杀，慢慢杀。我说要怎么补命啊？就吃东西补命哦。吃东西啊！你的那个，它下面不是有一个心跟那个宝石柱嘛，对不对？啊。然后如果你宝石柱满的话，你命会自动补。哦。所以说这个游戏有什么是可以吃的呢？就是猪肉吗？猪肉，牛肉类都可以吃吗？差不多，腐肉也可以吃，但是腐肉你要站住一阵子，不然的话会扣那个什么，你会饥饿肚。耕田时光，吃喽！我先开餐喽。你不打算吃吗？不要不要吃先，拿去煮会比较好，拿去煮，拿去煮，拿去煮，拜托，拿去煮。我要生吃哎、欸，出戏懂吗？出戏，拿去煮啦。那我杀 B 就没有干嘛？啊？你们现在干嘛呢？我在种田。所以说我们的屋子现在是盖好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的任务是要干什么呢？你家里？家里？我在。我在研究这个要怎么拿剑出来。好，现在我是什么呢？我来跟你讲，这个是田，这是小麦，这是小麦。然后我给你这个来。欸、你不要踏，你踏的话它就会不见掉了。那你是怎么放下来的呢？我给你的那个铲子有吗？铲子？没做。有、啊、有一个石头，按右键。那个是出来的哦。按右键。右键。啊，然后再按右键、哦，然后把种子撒上去。种子按右，种子对地按右键就可以了。种子是怎么得到的呢？种子打那里小草啊，你那里草啊，那里草啊都有。哦。所以说要放多少呢？你能放多少就放多少，然后不要踏到它就可以了。会长呢？会长，会长，会长。猪肉给我，我拿去烧。好多，你怎样看？我 hack 了这个 Minecraft 的 server 了吗？忘记了。是哎、欸，这 server 不是你开的吗？哎，是呢，随便的。放种子啊。嗯、哦。要几久人生？一两天吗？几天，真的要几天，就放在那边底下就可以了。哎、欸，你有火把对不对？有火把就放它附近，放它附近。晚上，晚上啊，对。超烂的，这是谁排的？超烂的。你自己排的不是吗？超没 OK 了，超没质感的，这个怎样？就两个就可以了吗？还是啊，周围全部都要？你再放一个在这边。OK， 走吧。超没质感。你有稿子吗？你有稿子吗？少一个哎、欸，那少一个，我的心过不去、欸。你再去打草哦，去吧。哎、欸，有强迫症的，你知道吗？就是少一格，你看，没有质感哎、欸。可以吗？可以放。啊。哈哈哈！有强迫症哦你。这可以放种子吗？这样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木材不可以，只能在那个土上。然后附近一定要有水。那、哎、不行啊！我看到很别大喊呢。那怎么？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吗？你说。走吧。我们下一个目的是。你有稿子吗？你有稿子吗？稿子是哪一个？这个、我还没搞懂那个。啊，对啊，走吧。好，过来过来。哎，你怎么知道我选什么了呢？看到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哦，我选的石头。你看。哦，这样我现在选什么呢？走啦。哎，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找一点金矿，没有金矿做不了什么东西。是什么矿？石头。金矿在哪里找呢？你以你多年的经验，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广大的市民分享一下如何找到？挖矿吧，乖。嗯？挖矿找。就是在这样的山那边就挖就好了吗？对啊，挖下去。有了吗？嗯，要用来找咯。就一定有了吗？每个地方都有吗？一定是有的啦，但是看你找得到找不到啦。有时候他跟你玩捉迷藏啦，然后你找不到你就塞啦。哦，金矿是金色的吗？我们要找金矿。哎、欸，好暗哎、欸，你不会放火了吗？你有你没有啊？火没有啊？问题是，我全部碳都给你了。哦，好。
我不能，我玩这个 Minecraft 很盲肠，就是没有灯的，你知道吗？我会有恐惧症的，我玩这个游戏。恐惧症，大家放这一个啊。对啊，我看了我会。你觉得暗？你觉得暗？你就放这一个。是不是这个 Minecraft 就是没有灯，很奇怪。应该有手电筒，没有手电筒了吗？这游戏没有，有手电筒就好了。火把可以拿住了吗？有火拿住的火把吗？没有，有吗？没有。所以说他的东西全部都一定要放住的啦。嘿、hey, ，对。哦，好暗。你可以再放啊，把你不是还有？还有两根，还有一根。哇，那么少，找不到哎、欸。你今天没拜神吧，小姐？哦，我很久没有陪他，我很久没有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喂，你突然跳脱，我很难接话、啊。笑你。哦，所以说我们要。哇，你的观众一直给一些很可爱的 idea。啥？叫我把你埋住。我把我自己埋了吧，不用你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埋住，你要玩吗？虽然说会死掉。哎、来来来来来。等一下我要跑了，调我的明亮度太暗了，真是。你等我一下、哦、你看到我看不到、嗯、看到什么没看不到什么没分别、啊、我开完我没有按 OK 哦怎么说等我一下哦明亮度开完了我亮度开完啦诶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完全看到蒙七七这是 Minecraft 吗还是 Dead Rising 诶上来啦哪里、哎、我看不到路啊我开完了 你又调到什么东西啊没有啊我看到灯啊外面都看得到啊哎、欸、你出了事吗你在干嘛你怎么绕过我的怎么绕过我的哎、欸、这奇怪为什么你叫我进去看来黑黑的上来上来那火把会灭的吗不会不会不会你站这里你站这里好，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为什么一定要站在这里？啊，你要跟我走可以啊，你走走走，反正我要去找你。我要固定着我自己，我怕我会乱走哎，所以说挖一个洞埋这些。干嘛挖一个缝埋这些？好的，这样我就不会走了。你知道我到底在干嘛？我可以跳起来看日子的。好吧，算了，你叫我看一下。嗨，你声音吹气了，小姐。我声音吹气了，真假的？好好，现在我要干嘛？你在哪里啦？哦，站住，不要动，不要动。我身上有这个，这个可以玩。OK， 你等我。What's that？ 很乖。What's that？ 很乖。你不要贴住我啊！我没有贴住你，你过去点，过去点，我放不到。过去点，过去点啊 ！OK， nice。这是什么泥土吗？你走，你走。你要帮我干嘛？哎、欸，你等我，不要，等我，等我，我给你，我给你。你是要干嘛？你要把我火埋这样子哦？要这样搞吗、哦、？Hello。要要。嗷！嗷！哎，这什么意思啊？那个是叫砾石，然后它只要下面没有东西，它就会掉下去，懂吗？嗯。所以说历史有历史有历史根据的咯没有历史有历史根据的咯不是啊是不是其他就不能只有他能骂吗还有沙子沙子也可以沙子嗯会扣命吗会啊你还在 try 吗嗯不要了谢谢哎来收掉这泥土。那泥土是怎么得到的？打地上。就是可以用那个什么东西，类似好像铲子这样。不用啊，就直接打啊。是吧？泥土容易打掉的、啊。我要死了，其实。你不要同情我，给我一点食物吗？家里可以看猪肉应该煮好了，自己拿出来吃。我突然觉得他音乐好烦了。什么音乐？
我看我自己的音乐不关我事情。有时候有音乐就没有音乐就觉得好好冷呢，有音乐就觉得好烦呢。打去地上。这是在地上吗？这是在上面呢，小姐。再拿去。嗯，可以吃吗？可以，拿去。问题是我放在我的，然后拿住肉，哎呦剑，哎呦剑。哇，他是在这个吗？吃完了吗？嗯。超饿的。呀，我在煮。超饿的，来煮啦！我好饿啊！你来煮啦！这火会烧到我吗？不行，不能趴住吗？这游戏不能啊！趴住是按 shift。哇！我跳出来了，我跳出游戏了。为什么有人跳出游戏？要按 shift 才多。然后呢？然后这边还有肉啊，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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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吃的时候好像？好像僵尸声音的呢，就是他们懒惰设计的，就把这个音效就放在那个僵尸那边了。应该差不多。为什么外面可以放吗？外面那个？外面放吗？我忘记那个东西叫啥了。你家放什么？就是自动门的那个机关了。不要啦，这样子的话僵尸一踏就可以进去你家里了。哦，僵尸也可以开吗？可以啊，可以啊，只要是中的东西。你不信，你可以这样玩。你看，你进来，你进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What？ 好神奇的！不要丢中啦！啊，好啊，等一下，超重的，好吧？你说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的物质盖好了，我们的耕田也耕了，然后金矿挖了好像也失败了，没有啊，没有挖到。我们要做什么呢？我现在是想砍多一点树，先做一点那个火把，然后再下去挖。火把不是要那个用火烧那个木材吗？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多一点木材这样子吗？对，哦，你好聪明哦。当然啦、啊，这个游戏有设计的，忘记了吗？哦，是哦。是啊，我的名字叫做无麦。啊、你好强哦！那叫我无麦。谁？所以说这个白色的木材跟普通的木材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吗？只是它的 texture 它也是比较美而已。哦，它共有四种木材啦。好像那个白的好像比较难砍是吗？一样的吗？没有没有，一样的。哎，我还蛮高的。哎，白贝，我蛮想念你的，你要射我吗？射不到，没有翅膀，哈哈哈，白痴哦，在那边都射不到。哎，上来啊！哦，对了，键按右键的话可以防御哦，跟 Forest 一样。诶，老说吗？为什么他一样也是砍得到我的？哦，痛，好痛，痛痛，打掉他！打到他就是升级吗？会慢慢升级。升级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什么好处，就只能拿来附魔。就是我拿来炫耀，说我的等级比较高这样子啊？没有啦，这个等级一点都不重要啦，不要在意等级啦。还是说有其他的模式要用这个等级的呢？有附魔就是在你的那个武器上面再加上一些属性，这样大概就这样。那要去地狱，黑曜石都没有，这样带。走吧，我们去地狱吧。地狱要黑曜石。黑曜石是拿来？黑曜石之前你要有金，你要有那个铁矿。铁矿超简单。当你有铁矿的时候，你才可以拿到钻石。你拿到钻石，拿到钻石够做钻石镐，然后你才可以挖黑曜石。不然的话，你一定要有岩浆。有岩浆的话，你就要铁桶。你没有铁桶的话，你拿不到水。明白，完全不明白。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挖木先吧，先挖木，对吧？挖木先，挖木先，需要一些木材。哟。这游戏它的地图大吗？走得完？大，走不完。无边界。这样子吗？嗯哼。不要在我旁边打呼啦！谁要睡觉就去睡啦。谁呀、啊？烦你、欸，就是呼呼呼呼呼那边。那应该是猪。超烦的，呼呼呼呼呼，还以为他是牛哦、喔。不够火把，好麻烦。他要去打龙。来呀、啊，打龙！好啊，我打龙比各
更去地狱还要更久啊！打龙就是喜欢啊，打这个小小字有什么？没有方向啊，没有方向。所以说这个游戏你不是说可以玩的玩吗？就是打龙，就是要去打一阶龙哦，打完一阶龙就玩哦。所以说你通常你说要玩很久吗？如果要打，要玩很久啊！我不是，我那时候不要拿很多材料吗？要拿超多的啊！我们今天就玩玩它吧。今天玩玩它，然后如果我把一天玩不完，好不好？我现在就玩了，我已经拿完了我的材料了，可以的。要这样多吗？多。就是说它的命很长吗？还是它的攻击力很高这样子吗？它攻击力很高也很长。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些武器，一些防备 啊，所以就要装备这样子啊。对啊。不是要拿钻石吗？对啊，钻石最好啊。钻石都是在底层吗？对，最底层。所以说我们现在先拿木材咯。你拿几个呢？我已经24个，我想去玩，等一下玩。你超慢的，我现在50多个了。50多个了，气收了，气收，那是换了气收。下了，我再砍完了。就是事情不可以做一半一半这样子啊，就是很没有。你不要让我强迫好不好啊？不能啊，我有强迫症，我一定要做到完美。为什么这个东西，我的？哦，对了，树砍哦，你拿到树苗，然后拿去种，但是不要种太靠近。树砍啊，打到树苗。树苗，然后直接按右键在地上就可以了。树苗是哪怎样的符号？树苗是怎样的符号？就是一棵树苗有两种哎，就是一种就是可可色，一种白色。就不同的树啊，就好像你拿不同木材一样啊。哦、然后拿来干嘛？你说？拿来种，按右键。种就是跟那个田一样吗？不用，直接种下去，直接对地按右键。哦、OK， 等一下，我要考完这时间，你好了。所以说你在等我吗？还是你在干嘛？我在挖矿。这样我就再继续挖我的木材先了。好，我等一下再给你玩一些东西。OK。